好。哇。Hello。大家好。哇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来来来来来来来。真的真的很帅啊！哦，谢谢。你能不能借你的衣服给我试一下 ？OK， 没问题吧？我也想试一试你的衣服。那我的衣服就完了。何老师，帮我摸一下，那是真的肉吗？你来，你来，你来。我是穿的胖子。八字解读人生，风水改变命运。大家好，居士从业风水26年，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。针对八字测算、风水布局、命理分析、事业财运、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。如果你的财运不佳、情感不顺、诸事烦心，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，一一帮你调节化解。记住微信26682135。体重是400。哦，400啊！你不信我。今天刚刚摇的还是400，还是400？不是，那个秤的最大重量就是400，秤的重量，所以它永远是400。秤已经坏了，永远停在了400。今天这个心愿是你的心愿还是妻子的心愿？啊，今天是我的希望。是你的心愿是吗？对。来，我们上前一步，说出你的幸福心愿。我希望有一个人帮我减肥。好，谢谢。一直以来就这么胖吗？对，可能小的时候6岁以后我开胖。怎么开始胖起来的？我的小的时候，我的妈妈和我的爸爸他们也有问题，他们都吸毒、啊、对，可能差不多三岁我的爸爸死了，所以我的妈妈有我有我和我的姐姐两个人，所以我的姥爷还有我的姥姥他们都是带走我的姐姐。我的妈妈两个工作，她是服务员，所以早上她在餐馆上班，早上在餐馆，对，还有晚上他在别的餐馆，所以可能9点或10点晚上以后，他去酒吧玩喝酒吸毒 ，and 他认识见过一个别的人 ，and 他们结婚了 ，and 他不吸毒，但是他有别的问题。有别的问题，他喝酒太多了，喝酗酒，还有他也胖，所以小的时候可能4岁5岁像他我不胖，我普通的那会儿跟普通小孩一样，对啊，所以我的妈妈结婚他，他喝酒太多了 ，and 他想我胖，因为他胖，所以他做饭很多的鸡蛋 ，and 他买汉堡 ，and 这样子 ，and 他像我吃很多很多，还有很快，可能我不吃太多了，他打我。你的意思是用吃东西来虐待你，是这个意思是吧？对 ，and 我告诉我的妈妈，and 我的妈妈离婚他。又离婚了。对，离婚他，所以这个事情以后可能9点差不多，是我和我的妈妈，我们自己相依为命啊。对，所以九岁。我的妈妈有早上有上班，晚上有上班，没有爸爸，所以她不会做饭，and 我不可以去外面锻炼，因为没有人在家里，所以我的妈妈说在家看电视没有别的，所以我在沙发休息看电视，天就越来越胖。对，9岁、10岁、11岁、12岁这样子，and 还有没有人做饭，所以我的妈妈给我5美金或10美金，他说哦，可以打电话，披萨、汉堡包这样子，全都是垃圾。所以我加胖的太快了，对。是是是，那你后来是怎么来到中国？可能15岁，我的妈妈死了。他因为他吸毒，他有病。这个时候我是孤儿。我是孤儿、对。所以大学以后我在银行上班。我是一个 mortgage broker， and 我赚的钱太多了，我买车，我有一个 Lexus。那你这样说话太气人了。我有房子。有房子有车。对，没有爱人。但是没有爱人。对，我有钱，我有车，好车，我有房子，什么都好。
当时07年时候，在美国的银行开始有问题。哦，有这个经济危机啊，所以你就来到中国了是吗？对，我一年我还在美国，试一试赚钱，但是不容易。所以我去加拿大。一年在加拿大帮我的朋友，在加拿大我认识一个见过一个武汉人，中国的武汉人，武汉人，他说哦，乔伊，周伊，你大概来中国看中国特别好，可以玩得好，我是差不多28岁这样子，29岁28岁，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可以去中国，到中国来玩一点，可能3个月、2个月这样子。所以我没有安排来中国很多年。我来中国因为我想放假休息。那你先来到哪个城市啊？我刚来中国，我就在北京。现在也在北京。对。在北京遇上了他。对对。你们怎么遇上的？09年的时候，然后他当时在找一份兼职工作嘛，然后当时我在一个这个培训机构做这个 HR。就是说他就是我面试的他嘛。他那会儿就这么胖吗？对的对的。你第一眼爱上，但是很帅。我知道你现在也很帅啊。但是你第一眼面试他的时候你就爱上他了吗？没有。对，那第一次是什么感觉呢？第一次就是他比较健谈嘛，然后还挺能说的。中文说的怎么样那会儿？中文不好，他可能不就可能。他面试哪个岗位？就是英文老师嘛，英文老师。对对对。那你们怎么相爱的呢？其实就是说在他的话，就是他这个性格，就是我就慢慢的发现，就是他就像一束光，照在你的生命里，沐浴到你的心里啊。对，所以你们就爱上了，是吗？对。他家人对你好吗？他们都好。都好。对，我刚刚认识他的姐姐，二姐，第一次告诉看我，他说为什么你这么胖？And 我说为什么你这么瘦？他说当时我认识他的妈妈，他的妈妈他的妈妈还有我的脾气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玩斗地主，玩麻将。你还会玩斗地主啊？会。你还会打麻将？妈妈教我。那妈妈真对你好。对，我非常吃惊，然后我们的第一次的孩子，王哥，4岁的，然后他生了。妈妈来我们的家抱孩子，我很吃惊，因为在美国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文化，没有这样的文化。对，你自己带孩子，没有人帮你。对，所以我很高兴他来我们的家里，看样子你帮我们做饭，他又好。你比这中国的男人还更适合中国的传统啊。工作怎么样？工作非常好，很忙，也有很多人，很多的客人。中国的同事对你好吗？你在中国是？中国人都是非常热情。非常热情。对，比美国好。比美国好啊！我们听说400，他还去经常帮助别的孩子做一些公益事业，是这样吗？对，因为之前我是一个孤儿，所以我的公司还有我的外国的朋友的活动。我们每个月给孤儿院钱，还有一年2次、3次、4次，我们都带走孤儿院孤儿去公园玩、couch玩、看电影，因为他们没有妈妈没有爸爸，所以我想给他们一样的爱，因为然后我没有爸爸，有别的人爱我，给我吃饭的东西，所以我想给中国的孤儿。给400点个赞啊！听说今天400还要跟我们唱首歌是吧？好，来，我们掌声欢迎，掌声欢迎。I used to think that I could not go on, and life was nothing but an old song.But now I know the meaning of true love. I'm leaning on his everlasting arm. If I can see it, then I can do it. If I believe it, there's nothing to fly.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.
谢谢。我刚刚闭着眼睛在听这首歌，我感觉你的声音可以穿越，不光是四百斤，可以穿越很多，可以穿越文化，你根本不相信是他发出来的声音。可是我觉得刚的画面好特别，我听他唱着I believe I can fly, right? Yes, can. 他相信他能飞。我觉得他小时候那种心中渴望有梦想飞翔的感觉，我完全可以体会。但是突然看到他的体重，又觉得哇，这要飞起来，翅膀得要多坚硬啊，有点难呢。那倒没关系，我怕他摔下来的时候下面有人。